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，绝大部分的中国大陆的人民是主张用网，大国动武很少考虑国际，国际的意见只是参考值，他在选择的是什么时间、什么条件对他最有利，他就动手。这一点，民进党当局自己想清楚，啊，自己想清楚，也就是事实上每天讲哎，国际观感哎，两岸人民、大陆的民众80%以上都是主张用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问题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直不愿意用武力，所以你才会看到他们现在还是有节制。这一点反而跟我就不太理解，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很错乱。就是民进党一直要配合的美国啊，我反中共不反中国大陆人民，可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人民主张要武力来解决台湾呢，是共产党说不要这样子做哎，然后民进党竟然要反对中国共产党，然后你这样的话，你等于是说中国共产党你应该顺从你们的人民用武力来解决台湾，这个才是合逻辑的嘛。这个很奇怪，这个角色错乱。俄罗斯突然跳出来表态啊，说台海如果发生战争，他站在中国大陆那一边。我跟各位讲啊，这个是俄罗斯第一次公开表态，如果有武统战争，他支持中国大陆。你不要以为俄罗斯长期支持一中啊，反对台独啊，然后就支持两岸统一啊，你不要搞错了。俄罗斯对两岸统一事实上都不讲话了，可是这一次却让俄罗斯逮到机会公开出来表态，说未来如果有武统战争，他支持中国大陆。各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俄罗斯就站在日本的后面，他对日本是有牵制的。如果真的发生了台海的战争，日本确实有可能在一定范围情况下来帮助台湾，尤其美国如果介入，那俄罗斯就在日本后面，那日本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地缘政治的因素？所以俄罗斯这次出来表态，我说这个叫做趁机做球啊，逼你回头来爱我啊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国际政治啊。
想。
不必独立，不惜独立却观察着别人也无独立，一累积是纸币，一灭不为甘霖，无伤天地。冷酷无情，啊，看那。
发消息。